我看到了朋友圈。OK， 快结束了。今天歌不能唱太多，因为我们是寿星，君姐她一定会体谅我的。什么？老师已经。我 OK 啊，唱了我不知道啊。你的最拿手的？没有啊。I want to talk to you。不要，我们俩合唱。什么？我们俩合唱。七里香啊。啊？还是七菊花台？菊花台。菊花台。什么歌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唱一首吗？我没有，没有 idea。啊？我们合唱的。我们唱彩虹，我们做动力版，动力版的。我们变成动力火车，快一点啊，过来啊，喂喂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你要拿什么？卫生纸啊！啊，啊，没有没有。哎，我要吐口香糖，你去擦。我没那么体贴，你们。星球在底下，星球你又来了，星球。我不是真是好，还蛮像的嘛，这样的。平常他说像，我觉得还好。这样一看，还蛮像的，蛮像。好了，人家都说我像金城了，我知道吗？哪里的？你是北京城的？啊，我来唱《彩虹》，这我自己的歌，送给大家。Yeah.
这样就很高了，这样就很高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怎么啦？永远不回头。这你还记得吗？好像可以。永远不回头。这要看才知道的，对对对，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全台北最长的团，都是。可惜那时候公司首演没有包含这个团，差一点被签下来。对啊，对，可惜我们的身高太高了。对。那你还在台上吗？我不知道，接下来就憋下去了，谢谢。